吴国相国伯嚭拜见越王陛下。伯嚭大人，你是来投降的吗？不，是议和。夫差想议和，痴心妄想。 今日，我伯嚭就以我个人的名义，请求越王饶了我王，饶了我吴国吧。有你吴国在，这个世上不会得到安宁。伯嚭啊，你可知道天为何要打雷，地为何要颤动，大海为何要咆哮？ 深夜里，婴儿为何要啼哭吗？不知道，就是因为吴国作孽太深。伯嚭啊，你对寡人的好，寡人记在心上，但是。 他并不能代替寡人复仇的决心，他更阻止不了我越国复国的意志。只有委屈你了。你心中也应该知道，此次吴王派你来议和，如果有辱使命的话，你回去的结果心知肚明。起来吧。 寡人恐怕是帮不上你什么了，伯嚭，好好上路吧。 朱继莹，臣在。送伯嚭大人上路。诺。
臣妾来到吴国，日日夜夜都期盼这一天到来，但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临时，臣妾的心里竟会如此悲痛。大王，就让臣妾随大王走吧。寡人走的是条死路，那里容不下太多的人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薄嚭大人回来了。其实啊，再给夫差跳支舞吧。将士们，吴王夫差送来了投降书，我们打败了我们的敌人，我们越国胜利了！越国万岁！大王万岁！越国万岁！大王万岁！投降，那么就意味着臣服，臣服意味着吴国还会存在，他们的国旗还可以在这城上迎风飘扬。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他们还会卷土重来，与我们越国为敌。将士们，寡人问问你们，这样的臣服你们接受吗？不灭吴国，誓不罢休。
大王，文仲以为明日受降之后立即处死吴王。处死吴王，军师，你以为呢？杀。对对，杀了夫差，以绝后患。处死夫差，易如反掌。难道就因为他虐待过寡人？就是因为他虐待过我越国的群臣？错，夫差跟寡人没有个人恩怨，有的是吴国和越国之间的国仇，所以寡人不会杀他。不杀？这对，寡人还要善待他，让他知道什么是天道，什么是仁义，什么是周礼。大王，吴国如何处置啊？吴国将不复存在了，他的子民将和我越国人一样，享受着同等的幸福。仲爱卿啊，十年生聚，十年的教训啊，寡人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天道，要的不是杀戮，不是称霸，要的是生生世世的。寡人当机立断，目光远大，英明盖世吗？
你是个懦夫。怎么？难道你就这么？夫差，没有想到我们会这么见面吧？你恐怕更没有想到寡人会打败你。夫差，确实没有想到。勾践，你想怎样处置寡人？寡人把你发配永东，让你安度晚年。夫差虽已是败寇之身，但还想再次恳求越王。讲。
王后，何事惊慌啊？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对，我们赢了，大王活捉了。这些东西我已经用不着了，你们拿去吧，带着他们回家去吧，找到你们的亲人父兄，让家里人帮你们寻一个好夫妻嫁了，生儿育女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周天子派使臣前来参见大王。何事啊？周天子赐大王冠冕，然后封大王为东方之伯。不接。哎，可他是周天子的使臣，已经等了三日了。他愿意等，就让他等吧。对，让周天子等着。
厚葬吴王。诺。大王，臣有一事不得不向大王禀报。讲。范蠡携西施已经不辞而别了。范蠡走了？臣是否派人去追呀？这是在寡人的意料之中。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抱负，随他去吧。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出来了，滴水未进呢。文仲大人，你得想想办法呀。你们就没想什么办法吗？老臣要冒死闯宫，劝谏大王。我们越国胜利了，大王应该为我越国的百姓着想，节哀呀。还是先别打扰大王了，我想大王自会出来的。可把王后宫封闭起来吧，这里的一切器物都不要再动，从会稽山运些土来，把这里埋了，一切
都埋了。这里将作为亚鱼的陵墓。让我的亚鱼安安静静在这里睡吧，睡吧。